分见人性，秒秒是关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应小薇，欢迎您收看关键时刻。一名自称是菩萨降生的女神棍炼财事件造成社会相当大的震撼，而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想到前几年有一个神棍呢，他用同样的伎俩骗了一个无知的母亲，这个无知的母亲到处求神问卜，花大钱消灾解厄，结果因此断送了儿子幸福的婚姻，也酿成了悲剧。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？关键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。我能不做，地主也是。我想讲哦，遐做工啊，无湿水的所在，这个月要来动工，若是好食，请你应我一杯。多谢观世音菩萨指示。在那爬起来吼，饮一杯啊！这个太子爷所赐的茯苓，对身体嘛有帮助。感谢太子爷。夫啊，我唔去哦，要我要食饭嘛，要出来啊。哈，等下啦！哎呦，你这枵死我哩呀！我讲我先安排啦。哎呦，你这囡仔哦，那还不休假啦？啊，我唔是甲你讲，我这个月上起去就这条蓝色的，啊，你甲我挂这条蓝色的领带，你上门要甲拍出声。哎呦，母啊，心就好啦，你莫遐白啦。啊，莫安尼啦，起起歪歪啦，啊，唔起起哦。好啦好啦。啊，先落来。是咱老皮话啦，啊，我知啦，一定是你这夭寿死囡仔吼，迄话安乱乱讲，去得死就是命啦。即摆吼，这代志正了明显，我是想吼，你今日莫甲客户去食饭，到尾来去请示师傅啊。啊，不过我客户要看呢。我无管你啦，你就按到我去到师傅遐吼，看伊安怎甲你做，甲行啦。我，照你这个命甲看看。你有大道理的，你顶世人啊是太低的，业障太大。我若无做法甲你化解啊，你这十年来吼，做啥物生意赔啥物生意，会衰到四十五。姐，衰到四十五的哦，叔啊，拜托拜托，你还去地主啦，拜托的。好啦，啊，我即马用着蔡主席加持卖新区啊，从你新区的屋里啊，大家出听，十三个。阿娘话啊，这下哦，敢输啊，先叫人拍到安尼，希望唔对啦。等来添了万块纸莲花回去，透早起来拜拜的时阵就会化。虽然抓一个月，安尼才还清债主，得要过来找你啊！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来啦，师傅。啊，伊是。伊是阮囝啦。啊，看到师傅煞袂晓甲请安咯。啊，师傅啊。你敢若去有消费底薪咯？大家恁听哦。你最近是不是也讲一笔生意？是啊。
你也较细腻。你目前表看起来，好的无一定是好的，歹的嘛无一定是歹。哪里输啊？我请你哦，把阮家这细温楼改掉啦。好啦，安尼我就请蔡主席啊，用伊的身躯啊，将伊身躯的小骨甲伊割掉。哪里都麻烦师傅啊！哇，哎，愈只有会赔。哎，你点点啦！看起啊，恁囝敢若无啥要相信，这可能是伊下狗还袂够。哪里我嘛是无能为力啊，我帮你去找办啦。啊，不啦，师傅啊！哎呦，囡仔人都较慢慢讲话，请你原谅啦。你若袂晓讲话，兼讲袂赴啊，啊，我等师傅来生气哦，都无人通救。我看你。真了听恁囝，啊无安尼啦，我着请吼太子爷加一过身躯，将伊身上的小鬼啊，甲赶掉哈。好好好，俺紧甲山扛起来。太子爷加持过，一道放伫你的枕头下，一道放伫办公室，还佫剩的只透早起来掺水啉啊。多谢师傅，哎，师傅，请问啊，即摆安尼爱偌济啊？哦，恁后生这个情形哦，较特殊啦，需要太子爷时时来保护，所以哦，金纸金也加少寡，那算算差不多四五万也就够。四五万，敢会伤济？哎，难得救伊个性命，四五万哪有算济？哎，师傅，你做你放心，啊，明仔载吼，我将钱汇去你个口座啦。哎，也够啊！你一个月袂用个食猪肉，你上近去个西南方，假使你坐办公桌啊，若向西南嘛，上好食五东，安尼较好调配哈。师傅，你讲，你爱会记个？多谢师傅啊！你带阮带着哦，我唔敢袂记啊。在咧输，看有影无影，规日要开四五万啊！有遮个话做看卖。烦恼吼，我这边分较紧，带我叫一个师傅切解。迄师傅吼，阮叫阿伯我行，挂在门口遮。哦。哇！啊，你连办公桌的位都扫过啊？是。想袂到，即摆连你嘛相信这啊？无啦，啊，着阮老母相信哪有法度啦。对啦，你向早来找我算代志啊？嗯，啊，已经中昼啊，请你食饭啊。哎呦！哦，我讲母只有诶无诶，上只中大，等下我明仔载就时间哈。进来，我把桌遐啦。好，来。
咱坐遐啦。阵无食猪肉，啊！着迄师傅讲的，叫我一个月就拢卖食猪肉。安尼敢会伤过未成啊？啊，阮阿母欢喜就好啊。对啦，啊，你之前毋是讲要安排时间，互咱的爸母见面，是讲咱的婚事。啊，对哦，啊，生理是无用，则袂记哩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先安排吼，你甲阮阿母食饭啦，吼，啊，先吃先，好。你哪好啊？对啊，食饭以前吼，你会记得哦，卖穿迄哪些衫，吼。好啦，这一定可是迄个师傅交代的对无？是去创啥啦？囡仔人有意无找，来，这吼是师傅啊吼，过家饲过的壶仔水，啉落，紧啉落啦。对啦，安尼才有乖。阿母啊。哈。明仔中头你干啥代志？要创啥？啊，咱足久无出去食饭啊啦。阿明仔啊，餐厅我有定位，咱出外口食。这样，你稍等。明仔载是初六，禁去动土过厝，啊，煞着北平。啊，冲到四头的四十岁，哎，餐厅吼，只要卖伫咧北平，安就好了。有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看过啊，迄餐厅伫咧东平啦。好，安尼好啦，好。查某朋友啊，叫慧茹。哦，阿母你好。好。这个死囡仔，我叫伊讲，若要交女朋友进前，一定要先问过师傅啊，下过八字才会用啊。吼，伊竟然敢冤枉我。阿母，我有听阿伟讲，你最爱啉罗宋汤的，这间店的罗宋汤最有名的哦，等下你来试看卖。这个查某囡仔哦，佫真有礼貌。生作阁真有气质，哎，伊若来配阮阿伟啊，哎呦，阁足速配呢。哎，哎，啥？伟华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阮阿母袂使看拿钱的物件，你还阁……哎呦！啊，你只是讲袂用穿拿些衫，这敢若是皮包尔，敢有遮严重？哎呦！哎呦！我都讲过啊，我若看到那色的哦，都会再衰啦。阿伟啊，这顿饭哦，我不爱吃，你家己去吃啦。阿婶呐！阿母，母啊！哎呦，辉如啊，你真正是，你气
母啊，你听我讲啦，今仔中昼吼，迄是误会啦，惠如你查囡仔真正袂歹的。好啊，你莫点啊加入啦，是好是歹吼，师傅若出来就知影。杨老师，师傅啊，安尼今日来唔是有啥物代志吼？是安尼啦，师傅啊，啊，阮囝吼去交一个女朋友啦，是讲会合袂合吼，请师傅你甲我指示一下。哦，安尼啊，来，请。较坐啦，来啦，坐啦。手从这我看嘛。来啦。你今年几岁？三啦。我唔得想样咧，吼！这是落水姻缘啦。恁囝目前拄到，拢是外桃花啦。迄若更加严重个哦，会去拄到扫帚星哦。哈！哎呦，你有听着？师傅，你讲绝对无唔对啦。我看哦，伊今天应该会切切。为什么大家交女朋友，你老意见啊？哎，我即摆要要四十啦，我娶无无？嘿，啊，我会安尼做，嘛是为着咱严家，啊嘛是为你好个呢。我家己要娶某，我家己选定啦，无需要问神啦，免问你家己去问啦。师傅啊，你看我这囝啦，劫数，这是劫数。劫数。酒的状况唔是拢足正常诶，那遐人又倒两百几万块款。之前跟咱当合作的郭老板，伊的公司根本就是空壳公司，所以害咱即届投资损失这么侪。你做一件事，我就必须你。是啊，你也较细个，你目前不了看来，好的无一定是好，歹嘛无一定是歹。真正去输啊，讲着。不过明明只输啊，方法来做啊。是那个骗袂过。我在做电话咧，奈无伊。总经理，昨日我看到警察阿婆，家你的符已经清理掉啊。啥？女的代志处理了安怎？啊，阿母甲你讲啦，师父甲你讲的话吼，你都爱听啦，唔通搁再提起啦。啊，若无咱业家吼，会去让迄个扫帚星哦，再衰到吼，安尼龙家散体啦。公司了遐侪钱，敢是因为师父的牛仔无义的关系？原来师父真正是足厉害的，敢讲真正是非如来带衰。阿伟啊，阿母在讲的话你想听无？我知影啦，爱回忆迄代志哦，我找机会咪讲者。对啦，安尼才是阿母的乖囝。因为师父讲你是一个扫帚星人，叫我甲你找。哎呀，这种话我哪讲会出嘴啊？我记啦，你先讲。好，那安尼我先讲哦。那你好，我有心啊。啥？你有心啊？师父啊，这就是迄查某囡仔相片，甲星期八日啦。师傅啊，啊，这查某囡仔哦，即马已经有阮业界的骨力，是要安怎哈？这拢是演员啦，也不过有法有破啦，不是我当解啊。哪里哦？都请师傅指点迷津啦。上天有好心指点啊，既然恁后生个人有心，就爱共娶。嘿，师傅啊，啊，你不是甲我讲这查某有带扫帚星，啊，阮囝若娶伊。安尼咁唔要紧，
无要紧。阿杰啦，你甲水晶摕出来。好。这条水晶是太祖爷家饲过，你家己藏在新寮房的门窗头的，安尼就有法度啊，定下风哦。也佫，恁结婚了后一直爱听我的指示，但是这新娘啊，娶来我的大的作法，安尼才有法度弘扬化吉。我知啦，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啊，多谢。这届吼，咱很顺利结婚哦，师傅我讲无上大个啦。阿母啊，不是我要讲伊阿母的歹话啦，我是感觉吼，伊伤过迷信。嘿，你唔通安尼讲嘞，迄个师傅真足厉害嘞，伊是正太主要来降价的，要救苦救难的。好啦，咱莫讲这啦。我知啊。阿伟啊，迄师傅是搁交代啥物啊？无啦，师傅讲吼，咱要做件代志，亲情爱先跋杯啦，啊有神杯才通做啦，啊若无。管伤济啊吧！叔啊，这就是阮新妇慧茹啦，我要拜托你，甲小灾改下者。哟，哟，哦，你身上杀气真重。恐惊会去影响到红世甲后生。叔啊，拜托你。哟，好，我想办法，请太祖爷来甲解。哈，哟，哟。
实的啦。我是怕吼，你去向迄个人骗去，才会遐尼激动啦。我紧啦，啊过去就煞。啊对啦，阿母吼，炖一碗鸡汤要你啉啦。阿母，今仔日代志你袂生气吼？哎呦，戆囡仔，我要甲你生气啥啦？阿当吼，恁以后若无爱去看迄个书，阿母袂勉强你去，对？啊，这鸡汤哦，紧食食，安补一下啊。多谢阿母。阿母，啊，这鸡汤的味哪会怪怪啊？啊，袂啦，袂哪会啦，紧啉，你爱紧啉咯。哪有啦？啊，你忍了就对啊啦。这是迄个师傅叫你摇花铃的吼。无啦，哪有啦？我不爱忍啦。哎，你一定爱忍啦，回路啊！喂，你先怎啦？我感觉怪怪的，伊摕一碗足奇怪的药，还硬要给我吃。阿伟，你安尼创啥？飞如啊，歹势，师父讲你巴肚的囡仔是鬼来投胎的，若生来对咱严家吼足不利的啊，咱会家破人亡啊，所以我绝对袂让这囡仔生来。你在讲啥？这是咱囡仔的，你叫什么开台戏？淘汰的啦，好，别紧啊，咱若要搁生一个好啊，好。什么鬼来淘汰？无阿家拢是痟，居然相信迄个读书的话，教我囡仔太死，教我囡仔行吗？教我囡仔行吗？迄嘛是我的囡仔，我无希望安尼啊。啊，不过伊是鬼来淘汰啊，袂去留啦。我真不相信迄个话，我教我囡仔行吗？你较冷静的啦，无要紧啦。阿母讲过吼，只要咱教书哦，只是迄良心结实吼，去同班吼，会生一个较好命的囡仔。你上过迷信啊？去让迄阿土子骗去啦！我们再干嘛？伊哪里嘛？伊哪里嘛？慧茹啊，你冷静。慧茹啊，就听我讲啦。阿师傅无可能骗啦，之前我也唔相信啦。不过伊真正足准的呢，顶一届哦，伊讲老母啊有劫数啦。袂用出门啊！爱家己咧脚脚摕一张被尔，爬起脚就闹着啊！爱佫讲我哦，讲我欠囡仔几低薪啦，我会破财。结果，阮公司真正了几啊百万啦，啊够啦！我袂听，我袂听，我袂听！乖乖，迄位还拢是笑的，拢是笑的。生活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我讲，我要跟你离婚。
位啊？你搁在想阿如啊？吼，阿伟，阿达离婚就离婚去了啊！你想有啥物路用啦？啊，毋是我咧讲啊，若凭咱业界才能吼，要找适合你的查某是真多。哎呀，母啊，这甲迄拢无关系啦，你敢知影？我真正足爱伟伟咧。我之前一直在想讲，在病房伊甲我讲遐话，我安尼做是害死我家己囡仔。阿母啊，我敢真正做唔对的。嗨，你莫听迄个查某在乱讲啦，你若听师父的话，就无唔对我啦。师毛讲，缘分这种代志哦，是袂用个强求啦。啊，以前你若听师父的话，讲恁两个八字袂合。莫结婚，啊！你都强强要结婚，唔则变成甲今仔日一款结果。你吼，较早若听师父的话，唔就唔免即马变甲遮歹处理。感情正是安尼。当然是安尼啊！阿母敢会害你咯？你爱答应阿母，对今仔日起吼，你一定爱相信师父，听伊的话，知影无？我知啊。叔啊，阮囝明明是当时才到，三十七岁安尼。伊明这个代志啊，明个勉强啊，要不过阮囝也有得补，要娶是无问题啊。但是啊，我爱替伊找一个较好的对象。啊，那你多多谢叔父你啊。放心啦，恁囝在咧行老运啦。上好也是愈晚娶愈好，对事业有帮助啊！而且爱找一个会替唔翁的某，安尼甲我都替伊趁钱。安尼啊，叔啊，啊那安尼这段姻缘，你嘛小可支持者。天机不可留泄吧。要那安尼哦，阮家后半世人的幸福哦，都全靠叔啊你呢。你紧去化二十几日的黄金给太祖。我请太祖爷来支持啊！哎，二十几哦，啊，无问题啦。我，太祖爷，啊，这什么意思嘛？你慢慢讲。卖问遐济啊！多谢太祖爷。当起春来，暖风和谐，牛羊相逢，富贵满堂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阮公司上新的卡德罗古，你参考一下，希望咱有机会当合作。我来考虑。我知叶总，你业务量做真大，啊，不过咧介绍方面哦，咱阁有讨论的空间呐。我知影。尤其是阮公司最近哦。歹势哦，我咧要阁开会啦，所以讲哦。叶总诶，那安尼哦，你无闲，我就无甲你叫了啊。这卡通老古，你留我做参考，明天我再来去拜访啊。歹势，我送你。你无闲，再见。啊，你好，啊，请问你是？我叫做吴美凤啊，我是来找叶总的，讲一寡生理的。啊，我家己介绍啦，我就是叶总经理因妈妈啦，啊，我都买一块人参汤要来给你煲一下啦。我来是阿母哦，阿母你好。好好好。叶总经理为你这么好的妈妈，有够幸福的。没呀啦，你唔甘嫌啦。那安尼，我阁有代志先来走，不甲你叫了啊。哦，无闲做哩，再见。嘿，这个查某囡仔阁生作袂歹，不但是生作水，迄个面哦，管好气相啊，好气相，这别日哦，一定会滴忙晒。当来，暖风和谐，
牛羊相逢，富贵万重。冬去春来，暖风和谐，牛羊相逢，富贵万重。输七点一定是伊，啊！你这就是阮阿伟啊，命中注定有缘的人。哎呦，啊！这个消息，我着紧来跟阿伟讲。阿伟耶，阿伟，阿伟啊，伟龙啊，阿伟啊，精神啊！哎呦，要怎么阿伟，你精神啊！哎呦，哇！这嘛几点嘛？阿伟啊，输啥呀你哦？阿伟已经摸出来啊。那输是写啥物字啦？啊，输唔是写讲冬去春来，暖风和谐，牛羊相逢，富贵万重，就是表示讲哦，冬天啊过去，啊春天就来，春天啊来哦。就出现着红红啊！哎呦啊，那这款什么时代啊？那有啥红红啊？哎呦，王姐，你少搞戆，那不是真正红红，就是叫做美红啊！你今仔日敢不是你做的查哦？叫做美红。有啊。哎，就是哦，跟你注定的，紧，伊的电话接，紧去打电话，约伊吃饭，紧的啦。有啊，今仔足暗啊，咱怎啊卡无？啊无咯，你即久都爱卡，紧的啦，即久去卡，乖啊，紧，紧的，卡紧的啦，紧去卡啦，紧卡啦。阿姆，我听讲这汤哦会当养颜美容，啊你加啉寡。哈哈，多谢啦，多谢。阿姆，听讲哦，你真虔诚在拜神哦。哎呦，哪有啦！我跟你讲啊，我老母足诚心的，做啥代志哦，拢爱问神明。安尼真好啊！阿姆哦，心里多一个外壳啊。其实哦，我对这方面哦，嘛真有兴趣呢。真是的哦，李红小姐，我问你，你姓啥？我姓吴啊。你姓吴？我老母也姓吴。一个牛，一个羊，遐书在讲，羊牛相逢，富贵万重。阿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美凤啊，啊你来找阮阿伟啊，讲生理，啊然后过去拄到我，这都是天公伯安排的啦。阿母啊，你也甲顾小姐吓惊着啦。姚总会飞啦，我感觉我甲阿姆特别投缘呢。我小姐，我请问你，啊，你结婚未？啊，我无男朋友，哪有可能结婚啊？安尼就上不好啊！阮阿伟啊吼，还阁独身啊。哎，美凤小姐，啊，你看阮阿伟啊，安怎样？叶总的哦，伊事业做真成功着，人阁真老实，伊是一个真好的对象啊。真是的哦。哎呦！啊！恁两个少年的哦，看了哪有喜欢哦？我这做长辈，我给恁做主，你嫁阮老魏也好无？有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叔啊，淡薄意思啦。哦，这，哈哈哈哈哈，这，叔啊，真多谢你呢。刚才你指点哦，阮老魏啊哦，才有法度通。结到这段好姻缘。哎，杨老师啊，你是蛮欢喜上早。叔啊，啊这什么意思？恁家这段姻缘虽然是天作之合，也不过
恁囝年底有一个大下子。哈？是啥物下？这我什么也袂用个甲你讲。师傅啊，按下呢，我是要安怎才会当撇过这个下？这师傅啊，我拜托你啦，阮叶家干那这后生尔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爱救伊啦。这我知影啦，我绝对会想办法救的。也不过我甲你讲话，你要尽足听，千万唔通袂记哦。好好。假使恁后生若要逃过这个劫数，离结婚半年后啊，袂用的同伴，伊爱去保存精气，才有法当撇过一个。假使个精气啊一个闪啊，劫数就收来。到时啊，连我都无法同我斗相共。这是这个不中哦。所以我今日要甲你讲的话，你千万爱记，叫恁后生半年内袂用的同伴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一定甲恁后生讲啦。啊，美容啊，啊你起来，今仔食早顿。妈，啊，村长两种代志，应该是我这做媳妇来做。那好，你带我吃，我就歹势啦。哎呦，这歹势啥啦？恁少年人哦，代志较多较无用。啊对啦，美容啊，啊你来遮久偌月啊，敢会惯势？妈，你这样照顾我着，当然嘛会惯势。啊，惯势就好，惯势就好。哎哎，紧吃紧吃。妈，紧吃，到恁家。哦。这个两个看起来真好吃嘞！嘿，你爱吃我再搁做。哎，啊你哪要吐？啊你是不是有心啊？哎呦，你这错哦！啊你事千叮咛万交代，讲恁两个阿母半年袂用爱惊房，啊你哪有可能有心啊？我阿伟也无安怎啊？无安怎？啊，若安尼，阮阿伟也无靠你啊！你哪会白惊？啊，我知，一定是你这查某，伫咧外口买红乌白来，互阮阿伟来做乌龟。妈，我无啦。我讲无，你要现在跟我来去找叔啊！妈，妈，叔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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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你唔是甲我讲？阮阿伟啊吼，若娶了伊美容啊，啊都会当平安顺心。哎呦，讲到这查某，我无想有道，去外口敢若乌袂来，即嘛毋知有。其实啦，我早就知你来的意思啊。你误会恁媳妇，恁媳妇是清白的啊，伊无对不起恁后生啊。哎呦，这个哪有可能啦？啊，但阮阿伟啊吼，自从娶伊到即阵哦，都还袂惊房的。啊！伊若毋是去外口，甲遐查甫人乌白来，伊怎么免来白囝？哎，叶老师啊，你无听在咧讲，当年咧家车话面乌白人讲，你若毋知影乌白人讲话，这是做口业无？啊，搁再讲，恁新妇啊，是家己不有缘，新民照顾伊，所以捌当来这个囡仔是新民降生之子。啥？新民之子？我唔对。现在新民要来借恁新妇巴肚投胎，恁后生现在已经跟恁新妇同房啊，两位就得到一个新民降世之主。叔，你讲真实的哦？无唔对，其实我早就有算过啊，恁囝这个下啊，就爱这个新民之主啊来救恁老爸。你讲真实安尼哦？美凤啊，巴肚内这就新民之主，要来救阮老爸哦。嗯，也唔过，恁囝这个下虽然我当日得过。但是，恁家可能会破产。哈？除非……除非安怎？除非啊，你将恁家所有财产登记恁新妇的名，本来要失去财产，即马变恁新妇巴肚下这个囡仔来补，也若无啊，无法当消灾解厄。阿叔，安尼就用了吼。阿哥，这个代志爱偷偷去进行，千万莫让恁后生知影。也若无啊，这个转运的代志啊，就无法当成功啊。你先紧。今麦赶紧去做，伊人无得袂好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随来办，行来来得。总经理有接待。
你好，我是裕达公司的代表律师，我姓陈。裕达，千梦什么代志啊？代志是安尼，吴美凤小姐已经把公司所有资产移转了我的董事人，今仔是我的董事人委托我来跟你催交时间，看当时会咱来帮你交接。咱即摆是咧讲啥啦？阮公司的负责人是阮老母啊，哪是美凤啊？佮阮公司袂有别人，那你付唔到。你若有甚物疑问，会当去用吴美凤小姐。今仔我来，实在是来拍招呼。几几工啊？我会带正式的客人来甲你拜访。阿母啊，你到底做啥代志无甲我讲啦？为什么咱公司的客不用买啊？啥？这你哪有可能啦？心明之主可以相信，也若无啊，咱一过计划就白卡啊。今晚咱有遮钱啊，以后咱食钱免烦恼。哈哈哈！啊，先别讲遮多啦，咱紧离开遮，等下坐到遮来就惨啊。哦，走。原来恁两个是夹档的，物件摕到要倒位啊？哎呦，师傅啊，无采无我遮遮尔信用的，你搁敢骗？母啊，什么时阵啊？你叫师傅啊？这两个根本就变身了，我来把你两个警察叫。哎，放手啦，好啦，既然恁拢知影，我也无啥物好讲啊，无唔对啦，我是咧骗恁的啦。哼，啊，当恁即摆钱伫我的手头啊，这是恁欢喜甘愿的啦，报警也无效啦。嘿，啊，那伊美凤巴肚迄个囡仔唔是的？是啊，安怎样？哈？你真正是食人食狗狗呢？你先，你快跑！你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？过度的迷信容易让人产生鸵鸟的心态，也因此让许多的神棍有了更多骗财骗色的机会。就像今天的叶母一样，他以为花了很多钱求神问卜，然后呢就可以消除灾厄，可是他没有想到其实更可怕的厄运还在背后呢。所以借由今天的故事，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其实一个人要有好运，最好的方法是行善，有决心有毅力就能够改变命运。纷纷见人性，秒秒是关键。观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应小薇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夜晚，晚安。